事内容净土三经，我以此读背。啊，像这样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在净土三经里头，只有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清楚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没有说明。观佛说《无量寿佛经》也没有说的这么详细。啊，观经简单扼要，是净土宗的纲宗。啊，因为分量少，便于扩诵。啊，详细讲解都在这一部经上。十六观经主要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啊，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有实相念佛，有持名念佛，啊，可是小本《阿弥陀经》跟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呢，都是重视在持名念佛。啊，四种念佛了，以持名念佛真正达到三根普被万类齐受。啊，纵然是下下根呢，修这个法门也没有障碍，也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圆满殊胜。故称本经为净土第一经也。啊，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部经里的说些什么。啊，我们修净土的人应该学些什么？啊，我们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学这个阿弥陀佛。啊，不是说到极乐世界再跟他学，那迟了，来不及了，怕你去不了。现在就要学。啊，在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，就已经很像阿弥陀佛了，这才保证往生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。